crazy weather。我不太懂艺术。这是很好玩的。安妞，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现在包成一团？因为呢，今天开始呢，韩国极度降温，变成现在是零下七八度吧，超级无敌冷，而且体感应该有负十。可是我们今天呢，想说可以去看那个 Christmas Market， 因为在光化门那边呢，他就有做那个 Christmas Market， 就想说今天就去看看吧，因为想说天气冷的蛮有 feel 的，而且呢。今天不只是我一个人，我们还出动了我们家的娜娜一起，而且我们是带了那个羽毛茶还有包包，因为包包一定要把它放在里面才可以搭公车，可是我们又不想一直背着它，毕竟它现在已经3.8公斤了，所以呢我们也把推车带出去方便我们一些，所以现在就跟着我们去这个 Christmas Market， 我们家就这样子推着出去了。我的快听还要抱整个车上去，加油！好累哦，出口的阶梯，加油！结果我们出来下雪了，其实今天早上呢也有下雪，然后就是有下有停这样子，然后没想到晚上再一次下雪，真的是太有 feel 了啊！又冷又下雪，后面还有一只 Santa 狗狗皮熊，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是体感温度-45°。真的很冷，我真的是里面穿超多件的，我穿3件哎，有个发热衣、毛衣跟外套，加围巾，再加这个耳罩。大家来韩国记得要保暖，好冷哦。오늘진짜 Christmas 느낌이야。아니그냥겨울느낌너무추워。哇，雪越下越大了。啊，光化门广场了，超久没有来。然后前面就有那个 Christmas Market， 超多人，而且那边好像有人在开演唱会之类的，有人在唱歌。我不会玩的。哦，卡。结果他要去看是谁，把我们丢在这里。这里就是那个 Christmas Market， 就有一些小小的档口们卖东西这样子。여기뭔가제품파는것같아음식아니고안나안나우리바나나我跟你们说，冷到我的那个相机的那个电池啊，一下子就没有了，非常夸张，但是超冷的状态。光化门广场那里呢，就是卖产品的，但它旁边是有一些就是贩卖吃的车，所以这里可以买点吃东西。因为冬天真的会想要吃东西，因为太冷了，你就想要热量，所以我们可能找一个东西吃吃看吧。大家都躲在里面吃东西，因为外面实在是待不住。找到一杯有免费热茶喝喝，暖暖一下，这超冷。Oh. 超舒服了 ，so nice。手已经是红的。我的 K 커피따뜻하고편의점사가지고발가락톱이好无聊，真的好无聊。我们现在来到了清溪川，这里就是。
Christmas, but I won't wait till next year to try and feel the distance we've had with decorations. And my bag is taking it slow, won't work in time.大家知道今天几度吗？今天一样非常非常的冷，现在是-7°C，然后体感温度呢是-13°C，现在是白天的2点钟，外面太阳都是骗人的，你知道有多冷吗？冷到呢，我这个不怕冷的人也有在穿发热衣出门。然后来到一个超漂亮的一个韩屋的一个西式的 brunch， 在景福宫这附近，大家如果有想要来吃，是可以来吃，叫 Dog Blanket， 而且它的杯子。So cute. So let me be your family this Christmas. And let this be the season that you've been waiting for. Let me be your family this Christmas. Give to you myself this year. This year you've left me wondering.这家餐厅的 brunch 超好吃，我真的觉得搭配就是来这里吃 brunch， 就是吃完 brunch 可以去穿韩服，我觉得体验不错，而且它是在韩屋哎，就是它食物真的超好吃，超推。你们看这个太阳是假的哦，是骗人的，真的有点太冷 ，so cold， it's so freaking cold。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菠萝油，菠萝油，你中意食菠萝油系嘛？我中意食菠萝油。你有冇睇过寻日俾你嘅影片啊？我 Insta send 俾你噶，佢都嗰、那个艺人都讲佢好中意食菠萝油，你有睇 ？Insta 我唔系 send 一个 reels 俾你嘅咩？有吗？有吗？有啊， yeah. 我俾你睇，佢讲佢中意食菠萝油噶。是啊，哎呦，二哥，是啊，他都讲广东话，他都讲得很不准啦，好像你咯，他又喜欢吃菠萝油啦，他又不懂讲广东话，菠萝油，真的好像你咯，你都拍一个 reels 好不好 ？OK OK， 我哋去吃菠萝油啦，而家喺景福宫附近。为什么突然间我的 vlog 是用广东话来讲的呢？真的好笑、啊。我识啲唔识讲啊。景福宫这里啊，就可以穿韩服嘛。然后我真的是看街上的人穿韩服，我觉得他们太强了。现在是-15°C的体感温度穿韩服，他们真的是不冷吗？我看他们都觉得好冷，好冷，好冷啊！准备吃菠萝油没啊？ Okay.菠萝油，为了菠萝油奔跑的孩子，听说非常好吃。来找一个菠萝油啦！为什么想讲的话，它就是在景福宫这里附近，然后。这样子一个多少？3200吗？对，算有价格吧，就是一个菠萝油要3200。很久没有吃菠萝油了。嗯，它是酥酥的，然后我觉得很好一点，还没有很甜。嗯，它不会觉得整个糖分很高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有个小小缺点就是它有点稍微冷了，我不知道是因为现在我就是冬天去太冷了，我不知道是因为现在负10，其实不管你煮什么都是会有点冷的状态是怎样，可是我觉得还是好吃的，上面还是酥酥脆脆的，嗯，还不错哎。台湾有一间卖菠萝油的，嗯，叫侯红梅，嗯，在那个四大夜市里面很有名的，嗯、每次都排队，它刚刚味道蛮像的，好吃吗？好吃啊，好好吃啊。我要怎么表达？真的超级无敌好吃，世界第一好吃，世界第一好食啊！世界第一好食啊！世界第一好食的菠萝油，但是你会得罪所有香港的观众。Oh my god！ 哎呀，韩，不代表我的立场，不代表我的立场，大家。韩国怎么讲？不是我讲，韩国怎么讲？韩国第一好食的菠萝油。前面咔咔咔 ，It's too late。来 Tambourish 逛个街，它是一整栋的，进去吧。
比较木质粉色，然后店员说这个白色是最火红的，它有点淡淡的vanilla香，然后有点小小的花香，嗯，这是很好闻的。然后现在有出这个蛋的香水，超可爱的这个鸡蛋模型 ，so cute。维哥买了两份礼物，是买给这位好朋友的。结果你看他手上又去买一个东西，你很坏哎！哪有规定只有你可以送我的？有规定是我想说我送给你的。banana 的干妈，帮我照顾 banana 这么多，每次我不在的时候。你的多拉酱干妈，来，要换来，OK， 好，耶、yeah!。